你到底是有在吃东西，还是你就是设计了这个动作？没有，是我练习的。很棒，我觉得非常的聪明，因为其实你们五个都很厉害，都非常有魅力，但是从头到尾就记住你了。谢谢谢谢。要不就来一段即兴的 freestyle， 邀请大家投票给你们，要不要？ OK OK 吗？来，我小时候曾经做过便利商店的柜台，一边结账一边做咖啡，一边思考成功什么时候会来。但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唱歌，不会饶舌，没有梦想，就像一个废柴。直到站上滴滴52以后，我终于因为战歌找到了我的未来。哇，超级厉害！谢谢战歌。